细爷，新郎。哎，我你看到一个少年。我要找那个十五岁的吼，还是过的吼。还是那该不是那个皮肤很嫩哈，又有弹性，光滑又有弹性。今天的报纸不知道你有没有看？有。你看，荷花可以做衣服，荷花可以做衣服哦。做衣服起来那感觉哈，就像十八岁左右那个女孩子，那个皮肤，一年十五万台币。啊，啊，所以像十，鬼舞团啊，所以吼，讲讲懵讲啦，你要娶死十八岁哦，你阿咪败家了。OK 了，欢迎大家来吼，彩盒装哦，彩盒装，对了，你姓何哦，我就随便讲一下哦，为什么叫彩盒装？因为我姓何哦，不小心姓何，那回来以后原来是在台北流浪了三十年，啊，回来，来有一天脑袋突然。不是急转弯，脑筋秀逗比，他回来当农夫，当农夫的时候呢，他就回来拈花惹草，那不小心姓何，哎呦拈花惹草，他禾上面就加了一个草，他说就采禾庄，因为拈花惹草就是采禾庄，那个采哦是风采的采，啊你有看过红豆池吗？红豆池有，红豆池那个红豆池大家来念一下了红豆池了。